回到新闻现场，秋天脚步逐渐接近，季节交替时毛孔特别容易粗大，许多女性民众坦言最怕底妆厚重。知名日系彩妆品牌常年研发清透底妆，由于亚洲气候湿热容易造成脱妆，因此升级版强打8小时不脱妆，借此吸引不想二次补妆造成脸部负担的女性族群。巨星般完美妆容，除了保养外，清透保湿、持久不脱妆的粉底是很多美眉们挑选底妆的要求。我不喜欢厚感，对，然后如果是有点瑕疵的话，就是再用一些遮盖就好了。清透的薄的妆我会比较喜欢，不喜欢太厚的，就是看起来还是要自然，就是不要让觉得你好像妆化很多这样。如何让妆容服帖不浮粉？底妆的挑选当然不能马虎。日系品牌新款裸妆升级粉底液，主打8小时不掉妆。我们可以看到升级版的粉底液，各位的左手边可以看到，就是现行的是粉底液。实际测试比较不同款式粉底液，左边的粉底液已经溶解，而右边日系品牌皮脂液直接沿着表面滑过，表示就算户外大太阳底下，也不怕因为流汗而使得脸上脱妆，让美眉们长时间保持妆容，就算不补妆也一样水当当。我的美妆重点就是我一定要裸亮，然后要有一个非常清透控油的粉底液，然后加上控油的隔离霜。不仅担任代言人，艺人鬼鬼也是爱用者，因为这款新升级的粉底液不仅能修饰肌肤的斑点暗沉，轻轻抹开肌肤透明感以及明亮度提升之外，还超级服帖，重点是不用花大钱，称得上是 CP 值超高的完美底妆品。换讯综合报道。